是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？前几集不准转，我没有要转的意思。有用唱歌追到女生过？都是用喇，我不，我都是用那种撩的。你都是用喇的？会很想跟你一起洗澡。哎、欸，陈景啊，我的手不见了，我没办法点歌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点歌？你要点什么歌？怎么听不到？欢迎收看波波接力去。在浴室唱歌真的有比较好听吗？会唱歌真的对人生会有帮助吗？我们今天就要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歌唱血泪史，好吧 ？Let's go。只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，哪怕是最后画面，快飘落的枫叶。想思念邻居家孩子总问我几时下雪，缓缓地要我们等等，匆忙的敷衍的都提了不起了，刮风这天我习惯握着你手，但偏偏遇见见打到我看你不见，雨里也醒过来，星星的我也存在，是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？前几集不准转，我没有要转的意思。我的世界因为爱过柔软，谁都不该离太远。刚刚以为阿妹直接来我们的那个现场。几岁？现在做什么？牙医上班，是专案管理师。是一个歌手，是歌手，然后又是专案管理师，还是要生活嘛？生活真的过得蛮苦的。不然首恩现在怎么会在这里？最近其实日子过得相当艰难，每个月都滴滴答。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，继续唱啊，继续啊。极光掠过天边，北风，哇，我真的是刚起床，快点唱，继续唱下去啊。两位冷静，我一听到你唱前面的两句，我就听到了一股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、如丧考妣的这个声音在里面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悲惨的感觉。谁敢比我惨呐、啊？冒着大雨在天空中的流星。好、啊，谢谢，好、啊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就是你该转过来了。好开心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。烟花一阵香，当我还笑，带着爱撒野，陪着看新闻，故意装可怜，不要吃瘪。帅又会唱歌，满分。世界说你该有心，得不到往前走。啊、对嘛，仙景，你先说一下，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？因为我本来有点期待，你知道那个高音可以再更稳一点上去，但就最后有一个好像小调。敢讲这种话？我的意思讲的还不错。少数民族吗？对，我很少数民族里面的多数。啊，少数民族里面的多数，大概21万人。等到放晴的那天，也许我会比较高一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转身吗？因为我的 team 上面需要的是比较烟嗓一点的，你这种嗓子的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千景 team 的。没关系，我个人也是比较想进千景 team。想进千景 team， 在底下留言。来，千景，你说两句吧。因为你的声音还蛮理财分析的那种。声音，然后一唱歌突然变很温柔，都还不错，蛮准的。现在24岁，在做商业分析专员。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那种理财规划，什么商业分析。天际的星空，比雷所在，所谓。
心总总可以看作灰。你音域好高哦。对，就是我们在大学就他的外号就是小清风这样。现在还是你要、啊、现在还是清风的歌唱实力是100分，你觉得你是几分？在厕所的话应该是120吧。哦、我们就请网友来评论他是不是120。大家觉得小清风有120吗？街上的电影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哦，我会陪你到下个世纪。是进行大学的歌颜色的啊？真的吗？那你有没有见过我？有，当然有。我上过你的课哦，真的是好歌。恩师，对，选一个男歌手最敬佩的是什么？首恩。你知道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吗？首恩，什么？他今天是来踢馆你的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假如首恩是100分的话，你给自己几分？你有办法告诉我？200。大家觉得有踢馆成功吗？我应该说是小时候幼稚园就很喜欢唱歌，我家每一个就是可能阿姨啊舅舅啊、哦、每一个人拿到麦克风听到我们停下来就唱歌哦，部落里面其他的人都会跑过来听歌的那一种。哇、啊、我用唱歌追到女友或是追到女生过？原本在一起走校园，然后经过网球场，我就感觉这气氛很适合唱一首歌。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要不要听一下我唱歌？”他说：“哦，这边好像人蛮多的，还蛮受伤的，你知道？”你不尴尬，我都尴尬了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都没有这样追过人家哎、欸。对啊，你这样浪费自己的那个才华。不知道哎、欸，都是拉，我不，我都是用那种撩的。你都是用拉的。基本上每一段恋情都是因为唱歌。这么帅，唱歌能不晕吗？现在我的爱情已经死掉了。我觉得唱歌让我误以为才华对可以胜过身高还有颜值。对，你唱得多高？人家180。你转音多屌？对，没有他的车屌，没有人家的车屌。你如果去 KTV 的话，你有没有什么必备主打歌、必胜歌曲？像什么？怎么说我不爱你？怎么说我不爱你？如果唱首歌，当面击打到炮。追上的别问红酒吧。好，那等一下我要听那个，这首歌超难的。那你有那种很讨厌的歌吗？哥哥姐姐们一起摇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那个。哥哥姐姐一起摇，好姐姐快一起摇，黑桃妹。那你觉得卡拉 OK VS 浴室哪个比较好？浴室卡拉 OK 好像音质上还是有一些问题、哦、但是你去就是投币式的那一种，我知道你说的是台湾土鸡城那种的啊，那个回音跟那个厕所有得比。离开你以后，忍住没有回头。我们来升个 key 好不好？升 key。离开你以后，忍住没有回头。好，再升。离开你以后，忍住没有回头。好好，饶了你，饶了你。不把它玩坏了。给我升到最高。成就会喜怒，你会爱我，唱几分钟情歌，没什么，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。第一名，我给第一名。我变成一双翅膀，试图在你的天空飞翔，被你遗忘。谢谢，好棒哦！好啦，算踢到首恩一脚。为你有魔感吗？要为我以外的人在想，到底是怎样？别问的可怕无缘，在意外。会上哎、欸，仙姐，你有听到吗？刚才他有一点网络不好，他的声音自动从干净的变成嘶哑音。歌唱实力在什么地方？略逊于吕龙浩。
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哦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才。好了，略逊于吕龙浩。对对对对，你可以中间混一些客家话。平平凡凡都变难看，舞台上灿烂笑容，舞台昂首无心情。真的很厉害，真的真的会很想跟你一起洗澡。想和千景一起洗澡，歌要唱得好。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。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，还有你的怀里。好了吗？哎，其实很好听，它比刚才好多了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浴室你整个人的自信跟实力都上升了？确定不是私心吗？绿怪客还是我心中的女神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想要我写的歌是，让人流眼泪的。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。你说，我建议你可以把未来的职业目标设在殡葬业。我觉得那里你可以大发长才。